七点灵性，归到现世咱的灵家，咱是大宝传灵，拢是显灵的天意啊！穿着清界，咱的心境，天灵是顺无二，教咱定法这条心。无啊，爱予咱会稳的灵觉，咱有这条清净的天性，顺着母娘啊，这么稳的元神，拢是掀开的灵魂，才有这么静的气神。我以这点灵元的性，献着清界的天。咱只有集中这么稳的心，拢是天元的本性，恢复咱这么顺的天性。有这点灵元的性，咱再来讲出现世界本性，照着灵元的灵气，咱只有回出先天的心。灵伊个法界，只有走向正法自在，是咱一点灵魂的天界。咱爱有向出来心法的自在，是灵天这个本性。咱清源这条本领，这个天意，只有予咱这么顺。咱爱只有恢复清净的心，上苍的灵气，咱只有向着清净的心，是咱无形界的天性，嘛是你来讲出着先天本性，无形伊的天意，我爱有显明的心。再来讲，这么啊静的灵气，是咱顺着通天的本性，灵元闹这灵性，爱咱显露顺天性，是咱有宝啊显的静，这点灵元的灵气，咱只有来讲顺家上苍的心。灵魂伊个灵性，定咱恢复稳定，这是咱传法现世灵觉，拢是母娘伊予我遮尼顺，我才有元天的真理，拍通着我个人这条灵归元，现世界的天性，我只有归元这个母灵。真理是天灵开，道灵是元神在。有咱一点敬天的心，是咱元素的灵气，嘛是咱回到清净的心，是咱无形这个天理，嘛是咱爱有真稳这条心。这是咱应发先天的本性，是道灵这点气。我爱顺家这么静的心，无形伊的天界，只有咱来向着清净心在，拢是回到正法才行。咱走老母。这条灵性掀开着咱的心，这个天理只有应天，无啊，伊爱咱顺甲这么明，因为这是天意，落伫咱这条灵魂的性，是咱顺着通灵，无形伊的现前。真理是咱道性，
爱咱恢复上天神，无形伊的本源灵，是咱以正天的气，落伫孙家遮尔正的心。咱有老母伊的灵性，一点灵魂的灵气，咱只有兑现清净的心。拢是稳定的天界，咱造母娘啊，飞出来的性，是咱以灵元灵气，转着清净合心，灵元有母的灵气，转咱清净的心，我爱飞着一点灵性，一点。是咱的现前，嘛是咱搁在孙家的本心，得到灵源的性。咱爱落家遮尔啊稳的天，灵伊的法界，只有咱来回母娘啊遮尔清的心，伫咱有遮尔顺的灵气。咱只有显明清净的心，拢是孙家的天性，你才来回到母娘清净，灵源有母的灵性，转咱清顺天，灵一旧万万，我爱是现在，清我家己的心。这是咱儒家的天性，一世人咱只有心归元。这个天理是咱的清净本性，咱爱是原来这个清净的心，伊才会当净化，倒转来咱的无极天性。这是母娘伊转到这么明。咱的气通甲遮尔清，这个天理只有这个要诀。咱伫个人的身躯恢复着原来即尊心明，因为咱在世间都爱照着这个灵来化，这才会当来讲清净咱的本性，在世间。咱就有这种神的本性，是住在这个天性，和咱来讲着顺家现前，真理是灵天神，恢复是顺咱的性，爱咱原始的本领。我有一点正法的天界。咱再来讲顺母自在，合咱这条灵天的灵气，你再来回到清净的心，拢是稳定的灵性。再来讲出家一条清净，这点灵气只有顺咱的心，在世间你要净一条。安尼，咱才会当离开着你即马所有的妄思。我爱是正法通到天顶，这才是咱原来的本性，是咱一世人。你即马的心思念头，你就会当归咱老母这条灵性化为正果，咱的本性。这个天理要让我可以受回来，这是咱通灵这个天界，一世人你要说出灵这个心境，一点灵天的本意，咱爱落家见母娘的心，当然咱要找的是无极老母，无生老母，这才是咱传法这么稳定的天界，对着无上界观
这个无上的宝，这才是咱回到正法的天界，一点灵光恢复正理的灵气，这是咱顺着清净的天界，嘛是咱一点灵天的自在。真理是天灵的本性，爱咱转落是现咱的神。今日我只有用着清净这条灵气，拍开着原来顺母啊的心。真法是天灵气，罗灵是顺天性，爱咱转现的情，是你恢复清净的天，咱才有老母娘娘啊伊的心。上苍有咱的灵性，爱咱转嫁恢复清净，是你一点灵魂的天性，这是咱无形的天灵，嘛是咱转嫁安定的天意。青天有母有灵性，转咱转有清净，是你这条灵魂的灵气。今仔我爱母娘啊，予我会当静。伫我即世人，我就会当用心倒转来。这个天意只有咱的灵性，你用心有够，这才是咱出灵这点灵气。因为我要讲的是母娘伊的本性，传着原来咱这条清净的神，这是咱罗灵这工课接近着咱无形界这的心。这是咱灵魂伊的天界，走向正法神伊的自在。灵源本意是灵天神，转咱一点气通灵，这是咱灵天的本性，嘛是咱搁再顺加安静。啊，真理是天源的心。爱咱有无这么顺的教，是咱以清净的天性，在世间我就会当随着母娘伊的心来运用，这是通灵的天性，转过着无形界，咱的本性，上苍伊的灵气，我爱走向先天的本性。无形伊的灵魂，咱爱顺甲现世情，拢是对原始的灵气。咱爱就这点灵魂清净，伊才会当化咱原天的神这么顺性。是母啊，伊的本性才有这么顺。的天元拢是顺着通这条灵性，你才会当见原来咱咧讲的母啊，真灵现在灵天神，转咱有运顺的情，是原始的灵气，咱爱落甲顺天，是无形界。的灵性，嘛是咱一点清净的本性，这是咱罗灵的法，真理是天灵的心，爱咱转是老母的性，咱有这么清的本性，是灵魂伊的法界，咱再来向着清净心自在。恢复这条灵天的灵气，咱爱拢是顺母的心定，这点则是咱罗家的灵气。青天是阮天神，爱咱见庙则是顺天命，是咱这点
灵天的灵气，转着清净顺解心。有咱这条灵源的灵气，咱再来讲顺定的心。真理是灵法界，现咱清净顺本来，有咱一点灵天的性，这是咱恢复清净。今尾啊来讲顺界本性，灵源伊的灵气，咱只有最主的神，伫咱有无的灵性，你再来讲回到清净，这点灵魂的灵界，是咱这条灵天的心，带有咱老母伊的性。恢复则是清咱的神，一点灵魂归咱的性，一点灵魂伊的天性，咱只有向着无形稳定，真灵的天意，是咱拍通灵魂伊的灵性，这是咱顺着通灵，无啊爱咱有遮尔啊精。现到是灵源的灵气，转到清净，则是顺家的心明。我爱是道家这条灵性，这是咱顺到通灵的清净，嘛是咱来见母顺咱的本性。你有一点正法的正理，拢是顺家稳定的天性。咱再来讲回母这么顺的本性，这是咱老家的灵气，直通先天这么啊静的心，灵源有青天的家。咱再来讲顺母有稳定的心，拢是清净的法界，是咱一点清灵的原性。我爱是无形这点灵魂，这是咱恢复清净的原点。我有这条本源本性，拢是出家这条原灵，这是咱母娘啊的本性，转乎我的心顺心啊。真理是灵源的气，咱爱是慧灵的心，是咱对着这么稳的天界，要开着母娘这个元神，献出着清净，咱的元天元神，这个天理只有予咱运用。在世间，咱就要照母啊这条灵魂这么清净，拢是顺着天性，母啊这条本源神，真灵出家是天意，灵天落灵是顺心，是咱这条现世的天界，母娘啊只有向着咱的心，咱爱是顺家，只有咱的灵魂。伊会当归母啊，但是我即马要讲的是老母入来咱个人的心啊，这则是咱传法的灵性。母娘伊要讲的是整个整片的，这是咱顺家的天性。爱咱来讲到清净的法性，是咱以灵源这个灵气。咱再来回到青天，是咱爱有这么稳的灵性。我爱是顺着无形，这个天理在讲的是骗法界，所以讲我爱是清净这点灵气，这个灵魂只有顺我的心。我爱是母娘的灵性，净出着原来
这个武器是咱顺着通灵，你这个心照老母的原心，拢是清净的天性，母娘啊爱咱运用，在世咱的嫁入啊先天的本性，咱心的禅定，这才会当讲通灵，咱的灵性。今日我爱是顺着我这个心出家，代表着这个天，伊所有的灵现前，是咱无形界的灵气，要向着先天这么清净的神，拢是归母啊，这点性，母啊才给我这么清的灵。来代母传灵，是咱归元这个灵气，母啊，伊教育拢是顺着这个天，咱有这么清的灵性，是归咱本源本神假条条，这才是咱顺界天理，咱禅定有够力。这个天意拢是个人，你静会出来，这种本性，灵源的灵气，咱爱对着无形的心定。灵天有咱的无缘，转咱有加现世境，顺咱这条青天的心，我爱是无啊这点气。现着原始这么正的心，拢是主宰这点灵界，是咱得通先天的本性。阿母阿在讲，这是顺咱的心用，灵源有母的灵气，转咱归落现世的心。我爱是得通这条灵气。因为这是咱的心用出来，拢是伫无形中归咱的本源性的。只有照着先天的原灵，你才有母娘啊这种灵感产生。伫通这条灵气，咱只有看现咱今嘛传的灵性信息，拢是兑现咱的本性。拢是对咱的能源恢复安静，这是咱儒家的灵气，嘛是咱搬出来金母娘娘伊的元神。现伫在世，咱的灵性只有对咱元天的神恢复着咱的身躯。我爱是在世，对当运用。照着先天的真理，打开着我个人的元灵，这拢是顺着通灵的本性。我以这条元天的本性，拢是对法这条心的。今日咱只有用着真法，真法就是化身，随着自然所有来变化。今仔这种造化是先天的本性，本灵伊的传灵，这是咱儒家的灵气，照着清净咱的心，老母也不要咱用。所以讲，咱在世间有这个身躯，你就爱用老母啊这条灵性，掀开顺界心。只有照老母娘啊，对老母娘啊，学老母娘啊，这种性质，真理是灵法界，现落清净是本心在。灵魂伊爱咱顺甲这么正，咱才有先天罗灵的心用啊，是咱顺着无形界咱的灵气。
我爱是清净顺母的心，道家聆听这点教，咱就恢复清净咱的本性。因为这世人，咱是要对得到先天母娘啊这条灵性，所以讲咱要家己亲身爱顺着母啊这种灵气。恢复着咱即马净化的天，上苍啊，伊爱咱遮尼顺，咱才有即条灵天的灵气，离开着咱凡世间所有的杂事，也能无有杂乱，无有即种思想，是咱即马立即就是足赶紧呢。你就爱讲清净啊，是咱做的人才有这个时阵。现世界是咱的本灵本性，伊要转回天顶，咱爱有顺着通天的灵性，要离开着咱人斗阵的复杂，这是咱灵天的灵气。要离开着咱即马咧讲的不如意，即污秽的气，这是咱顺着通灵的本性。咱要起来先天，今日唔是讲你干咧修行尔尔，要知影啊有神无神，要安怎做，啊是唔是要安尼做尔尔？今日咧是要完全放空哦。这是境界问题啦，啊嘛是心境有无？咱要照着先天的天境，安尼讲着咱的灵魂来才做调整的啦。要讲着讲，搁升华一个坎站啦。你的心爱亲像虚无，就像虚空安尼嘛。你讲伊无，伊搁有这条灵魂；你讲伊有，伊搁无生一个相啊。是咱爱用着这条灵天的教，因咱咧有身躯嘛，当然咱爱安尼来做啊。是咱顺着正天的法界，今仔咱有这个身躯，袂当讲完全拢是没有啊。但是咱的执政，伫咱上悬这个，是这个性一挖咧啊，唔是打恁去啊。硬有无？啊，佫说咧，伊所有的骨拢连起啊，有无？拢锁起啊，无作用啊。是咱一世人才会当安尼想。你心若有佛，阿摩啊，你就会当做佛啦。你今仔心若想要徛即顶，阿摩啊，你就爬徛即顶。所以讲，真正咱个人的心的注意念念。现到是灵天的性，转咱顺驾这条灵魂，这个神是一个名称的尔。咱要效法是这个神的精神的尔。过去伊所有在世间，伊所有修炼，这个道行这么深，这么广，使咱会当敬拜亲近伊，是咱。今嘛的灵气，咱知影人人拢有平等，咱其中个佛法、心法，咱来找家己啊，本尊的佛啦，外口的佛无法度度咱内底佛啦，只有自度，只有自净，安尼咱才会成这个佛啦，这个本性，拢是顺甲这么稳的天界。一个脑神啊，今仔日我一直讲，就是要你心清净，无爱阁有其他生出来你所有念头来甲你挡虚空，你要行过这条真路，啊，你唔通家己无风起浪，啊，家己来生出着这石头，就敢若像讲咱即卖讲飞轮机，咱咧坐。你吃饭，
有我休困，有我便所，但是头前有一个云较大堆的飞行机，一闪未过，伊就咧讲，即卖要经过这个云端，云的开始，伊会噼啪叫，有当时会降足落来，因为云啊大降有哦，伊会这个落差真悬，伊就叫你爱绑安全带。啊，即卖就是讲，你这个驾驶就对啦。啊，你若无经验有无？啊，你就敢那亲像安尼噼啪错安尼有无？你就失去你现主时抓住迄个方向盘了。今仔咱就是买有遐其他的乱云有无？较大的云来甲咱干扰，啊，使我咱这台飞行机，使我咱的心会当平静。这是咱落界天性，每一个人拢会当想较到的。母娘咧甲咱讲的，这种心的情境，是咱无形这个天性。每一个人拢有这种情形来出生、来发生，所以讲是咱即马要讲到咱人常用于动心，是咱原始这个天性，要恢复咱的心迄、那个天真、天真，拢是顺家的灵气，咱再来向着清净的心。是咱无形的天界，你再来讲向甲咱的心自在。灵天若无性，爱咱转才是天命。我爱是顺着灵魂伊的灵界。今仔咱最主要是顺咱的心，伫咱的身躯才会当出定。咱这点灵魂，伊的灵性，拢是顺着这个天的本性。你才有这尼啊种的灵性，显露是天法界。咱也是顺着心这条灵性，发射着你现主时的道性。今仔咱是顺着这个道性处。就是咱的心，你行到这个坎站，行到这个位置，拢是元灵的天界。定咱个人的心，你现主是的顺，这个天意，拢是静到你的心内底，内底，是咱母啊，伊才会当测量、计算。你的灵魂，这条灵性，现主是你恢复咱本来这种身份，是咱有阮这点灵气，是你搁再顺加清净的心。我爱是无形的天，咱再来讲顺着这样的阮的心，一点有定的天界。咱只有来讲顺缘神来，无形伊的灵气，只有顺着咱的心，这呢安定的法，灵缘有无应天命，转咱有家，则是灵气。因为我即卖是跟随母娘啊，这条灵性，因为是为这发生出来，为这生起出来。为这开始有这个端倪，这个信息的，这个天意，我只有用着我的灵魂来讲着精，这样顺这个无性，现开拢是天界。今仔咱离袂开着接，甲感应，天下间所有拢是精出来，本来是无这个形业的。无这个意思诶，是咱的心嘛去造化，你才有当下这种事情来发生。心呐、啊，伊是要调整你的心念呢。天下事爱咱天下人去处理啊，是咱这条灵天的灵气，
神只是要甲你讲，你在世啊，一定爱精有够，彻底做到，你有出着真事。今日要讲的，是咱家己的心嘛。你发射着你整个磁场，这才是咱真正无形的力量。充满伫咱即卖咧讲的啊，这个虚空，这个到处，这才是咱爱的啊，毋是针对咱人咧讲的啦。咱人要讲的，就是敢像讲甲你开破尔尔。毋是逐天我伫这个炼丹要甲恁这个人讲的话啦，只是有这个机缘，大家同修，因为咱爱是整个这灵魂，但咱人是小部分啊。母娘要爱是整个啊，这种系统类的啊，是灵天的灵气。转到咱的心稳定，灵伊的现世，咱只有转到这么清的本性嘛。人伫灵魂当中占少数嘛，你搁要修持的搁少数啊，你要搁修持下去吧，更加少数。如果你若做母啊，你看咱对人的看法会安怎？当然，母娘是罔减啊，有这个机会，有这个天年啊。人你要修持，你要让伊复回原来的你，安尼你着做起啊。如果你若无爱，大家无输赢。母啊，有诶是时间啊，但是艰苦着你啊。是咱这条正法的灵性，咱来讲着顺家的本性。咱人啊，那犯啊，犯薄无，犯空，所以讲到尾啊，吃亏也是家己嘛。因咱袂堪要母娘啊，就是这个天给你一饲就对啦。啊，一个饲有无？你若无起价就对啦，无甲这个贵价有无？啊，你着搁重来啊，重转就对啦。是咱有这条灵天的心，咱再来讲顺家。安定的灵是原始的灵气，咱只有来讲清净咱的性。我爱是直通这条灵性，因为咱人有心嘛，你家己讲出来你会知影嘛。这个气是咱本来，咱这个身躯伊制造出来，啊是先天你输入来。你是正常人啊，所以讲咱身躯有病到健康，就是你知影讲，这个外口有上锁，有酸素，有氧气，上早时你也去数手啊，到下晡手啊就发出着二氧化碳啊，啊你就唔通下晡去数手啊，是咱重要这个氧气。你若看咱有高山症的，你就爱输氧气，是咱欠氧气，你这个身躯才有毛病啦。灵天的灵气转着清净的心，我爱拢是天意嘛。从较早观音佛祖教我的，透早四五点天光爆嘛，你一定爱照着这个土气。因为万行拢是土咧运转的嘛，所以讲你要家骨开，用着咱的脚床，夹着迄个土，伊上界清的气来给咱用嘛，叫做保元气啦。但是有诶到有病来，伊若无认真做，除非你输，佮上着你即嘛，甲即个身躯拢互伊伫流汗。迄、那个毒气要排泄，你这个好气再入去，安尼才有相助啦。你干那输，你无法度甲，或者个肝拢排毒出来，这是袂使的啦。化疗就是毒攻毒啊。咱即马
内底都毒气啊，伊搁注这个毒气入去啊，伤咳就对了。咳无过，咱内咳无过，无念都妄个啊。是咱有这条灵天的灵性，咱再来讲顺加现的经。今日修行人，你一定爱修炼咱这个半清半落的气，安尼你才有法度排掉你的晦气，就是讲你的怒气。今咱爱是清净顺心的气，安尼你才会当精神当采。是咱顺甲这么稳的天界，因咱这世人要有身体健康，要有你的心健全，要有你的灵魂有这个心光的力，这就是咱个人要去注意的。咱修炼这个要点，你也会当进入到这个虚无这个大空间，互伊运转，是咱这条正天的法界。今日受母娘来教我这个办法，我才会当用到我现主持的接续，放出来给大家知。是安尼，咱才会当有这种版本，有目睭前这粒帽啊，安尼咱来学比较较紧，咱会当知影这种感觉会应神。安那无神，你要得看，是咧顺着青天这点灵性，咱爱直通咱的本源灵。今咱爱是超越咱人所想，咱人所想拢是不平静的，因为有正反叛。我今日咧讲的是通我的灵性，对着老母现场的，伊予我会当讲到大家拢会当受益的，但是受伤的，就是要咱学来弥补的，现着。这点灵性，咱只有顺甲通灵的清净。世间人，咱一定要用天来学，因为天伊到处拢会当照甲这么温暖。天伊的火光是灿烂的，伊是明丽，所以讲伊是满天的，伊会当予咱大家拢予伊。天甲咱照顾，予咱恩惠，是咱要学天啦。今仔咱毋则要离讲个人的私心、个人的私利、个人的不如意。安尼你要来爬起天呢？简单安尼积累就好啊。母娘啊，积累毋是一条两条，会当讲是敢若像讲咱人精神无好，敢若亲像。咱只嘛讲塔壳，敢若亲像金条安尼麻麻丝，但是要杀无半条。修行你若无注意，就是安尼，满天全金条，要杀无半条。是咱会当讲到灵天灵性，即世人咱要讲的是顺母啊，这条原理一定要把握。母啊所有教咱，拢是重要。咱的进修的品行，这种条件方式，是咱爱讲到这么顺的天性。今日不是单单要听的呢，听你还阁会知影，会知影你还阁会成熟。后面你还爬起来讲，讲予后壁人，讲予这祖先，讲予想要学的。即个所有的后学，这是咱的传统啦，安若袂失传去。双宝啊，伊要这粒种子，一定规划，搁规划，一定甲你改歹习性，搁歹习性。所以讲，是咱即马爱受着正传啦，咱卖乌白。这个讲我嘛来，迄、那个讲我嘛收，安尼你甲母啊，甲尾啊，无一个真正的纠结。今日我爱是心的自在，对着先天，
母娘啊，伊个真缘，啊，这总袂走进去吧？咱所有诶经论书，离袂开着咱本来这个天嘛。天是清诶啊，清净经你着听我看啊。是咱这点灵天的灵气，咱来讲着顺家的神。今日天伊是无名无情，伊会当生出着咱现主时天顶的日月星，咱人的水火风，这个地的春夏秋冬，拢是伊的变化，拢是伊的健行运行的。是咱爱照着真元这个灵气啦，咱再来讲顺界通灵，是咱以这条灵魂的灵性，咱有这点灵光的天神。今仔我对着神，只是一个名称尔尔，因为神伊是自然出来嘛，我无需要这个神就稳掉咧。神不是噗噗跳啊，不是这个光每天这样发光发掉的，你表示说啊，他真敢想说他真有百万的啦，是我们要有这条灵天的灵性。我要说的是顺家同我们的本身会清会清，会清就是我们的顺用，清就是我们现在说你的名利，是咱落家这点气，咱才有这么顺的灵性。我爱实地通，咱即马讲上苍，上苍就是虚空啊，虚空就是天空、太空啊，太一、太极拢是相共，无阁另外有这个物件阁产生出来啦。因为阴阳气都合在遐哩。啊！你无勇气，就无法度生其他呢。是咱有这条灵天的灵性，咱顺着稳定的天命嘛。今仔咱拢是伫皇天嘛。皇天就是啥？有天神，有地，有地地嘛，皇帝嘛。所以讲，咱天地才会分开啊。啊，天地一造型，才有这个气啊。啊，气才会当生咱只嘛。这些万物啊，这些形象啊，这些形体啊，这天地若卖分开，混沌伊就不生嘛，拢归伊伫遐，都无阴阳气，要哪生？是咱这条正天的本性，咱再来讲顺家安静，显露是灵天的神，咱爱是顺家这样子稳的灵。今日咱查甫诶，是阳诶较侪，但是有内底阴老母诶血啊。查某诶，伊阴气较重，但是嘛是有老爸迄、那个精诶成分啊。所以查甫甲查某结合，阴阳两气合落，再生第三只。如果单阳，伊就袂生。单阴伊嘛袂生，不中就对了。所以讲，我爱的是这点灵气，但是咱在世间是阴阳结合，你就知影会当生啊。但是这是咱即马讲后天书，后天你做圆满，你再来慢慢啊修。今仔日你查某会修甲顺阳，嘛是会当倒转来做仙。元君，今日查甫的修到顺阳，亲像正阳汉钟离，亲像顺阳咱李先祖啊，这拢是会当互咱讲，拢是这些仙拢是阳啦，王中阳北七金的头，所以讲拢是一个阳，到尾啊，咱拢爱恢复阳光。这么清净，这么明净，你才有这个神爬起来做神的架。所以说，咱要入仙班，
就爱照着老母伊个意志，伊所有甲咱交代，咱来守个安个规矩。显露是天元的本性，咱爱随着通天的清净。今日毋是单单要奉加持尔尔，毋是要一致灵观，毋是要洗礼，这步数安尼尔尔，迄只是小夸，甲你提醒，你爱安尼做就对了。敢像讲，咱打入个国中的时阵。你国华也无读英语，啊叫你背 A B C D E， 这个字母尔尔，加词就是这個意思。甲咱即马咧讲日语 ，I U A O， 啥去苏西苏妈咪母妹莫，遐字遐字母甲你讲尔尔。所以讲，咱爱是爱个对，搁较深入来，互咱有作用迄个成分，今日修持。你唔当收伫外口呢？真侪人收伫外口啊！虾米叫做收伫外口？你伫遐曲曲撞啦！这物件你甲提袂入来你的心的啦！啊，你的心你静袂落来，心你静袂落来，拢是用咱现主时内外意境啊！你这个上界早人人执着，迄个真性你扑袂出来啊！所以讲，我要甲恁讲，心无平静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莫讲恁啦，我干那听李瑞咧，这个所有要去掉这个心的无平静有无？我上无废掉十年啦，看真济册，到尾也走，我知影悟到讲哦，啊，咱人心太可怕咧。平常时伊的起念有无？真正拢是对家己好的。对别人无好，因为我知影恁的根基嘛，所以讲我是对唔知，但是我所有的接触会当讲比恁搁较快嘛。要讲就讲钱开比恁搁较济就对啦，好歹人我斗阵比恁搁较济就对啦。是安尼，我才会当体会讲，本来修行就是修心，唔，大家嘛知影讲修心。是咱的心爱平静，是咱的心不爱搁去起波浪，不爱搁惹是非，不爱搁有迄个好歹，咱的心的设定啊。凡世间就是设定，有悬的低，咱人在向悬，一直要去提嘛，去掉这个低嘛，互你看袂到重的嘛。但是无应该伊都无分安尼啊。你的境界若亲像我咧想有无？你着达到咱姊妹咧讲，你会通啊啦！啊，咱人拢是伫遐，哎呦，伊对我无好，啊，我对伊伤好有无？不平衡的心态嘛，哪有啥物人咧好歹？我自十外年前我咧讲来讲，我无好朋友，但是大家拢是我的朋友。今仔日我所有的有的物件。不管是好坏，我拢是献公办。人家来，还是讲这孙阿叔这，你爱你个人去处，唔是讲我有留过啦。今日有好茶嘛，同款；有好物啊嘛，同款啦。这才是咱一个人的作风啦。但是你看姜池，要亲像安尼有无？你要照我的步数理念，要去甲别个姜池计较，你计较袂了啦。因为一样米饲百样人啊，每一个人作风无同啊。今仔你讲我遮拢无收钱，啊你去甲别位若无，若看人咧收钱，啊你心就无平衡啊。迄是咱作风，咱家己甘愿安尼做，你袂当以我为标准啊。你虽然咧讲经啊，伊就讲你即间经是咧办代志无，有动机无？啊，是真正要收起这个属性地，要超脱生死，啊，是恁有咧办法会，伊迄物先望清楚这个人啊。啊，无你若讲啊，你咧办法会，爱袂当了脱生死有无？遐人都气死的，安尼大家嘛不爱伫遐拜拜。
所以讲这是重要的代志啊！我咧甲恁讲是美国的代志啊，是咱唔是看目睭前的啦。修行啊，看目睭前的，你永远未成道啦。迄只是一个引路尔尔，外口的物件，外口的佛都无法度搬入来咱内底这座门啊。要搁甲拍开这座门，要搁互你入室，更加困难。是咱要来讲到灵天的灵气，咱才转到清净的心嘛。我爱是顺咱现主是灵性。既然咱用咱的灵感，甲咱平常时的外界，咱会当安尼来做一个比论嘛。所以讲，外口的也是暂时的嘛，内底大即阵则是咱永远的本性嘛。外性拢是暂时的嘛。你看外口伫遐演的有无？啊，都拢严的煞，互你上届久啦，一年啦，到尾啊一年你嘛爱收起来，互你开3000万嘛是要收起来，一年就煞。但3000万。咱也亲像讲安尼咧讲道理有无？安尼咧推展无娘啊，这个文化有无？咱做有出来啊！咱顶个做30年，30年的片啊，30年咱出来团结心，30年你讲的道理，30年的演盘啊，伫各国，伫咱的中国，伫咱台湾，你会当有你的特殊，别人看一个啦，免听啦。就知影讲，啊，恁这有教育的，人爱互讲好话呢。人你若互讲歹话有无？你是会愈衰歹呢。是咱这条青天的灵气啊，咱再来讲儒家顺这条心。打青头互讲衰歹无要紧，因为阵还袂论定嘛。咱即嘛20几年啊，啊，你咧个，互人别人甲你。纷纷议论有无？啊，对你所有做诶，拢无一撮啊成绩出来。今仔咱20几年过去，我伫咱即卖咧讲诶，亲戚朋友，啊是团体，我毋敢讲我咧收钱。然后渐渐即几年啊，有咧接触，咱诶片后出去，别人甲咱出去，哎呦，啊恁这咧回乡诶，咧拜神诶无共呢？你看，因无咧收钱，因就会当有这种感受啊。啊，咱咧收钱的，你甲看，有诶搁卖哪唔咧，啊有诶搁挑剔啊，真歹讲诶人生啦，真歹讲诶这粒心啦。是咱以这条灵天诶灵气，因为咱爱是掠定家己，今仔只有咱家己才会救家己啦。神无法度救你，神无资格嘛。神是来宾呢，要救你，就是你即马即个公妈坎，内底即个祖先才有法度救你啊，伊才有法度打跌你啊。所以讲，咱聊聊啊出来，着什么神活有无？迄是你空思妄想啊。什么神要活你？你的心无健全，是做一尊神在活你。神是好不容易才做神啊，所以讲今仔日咱想要做神，你一定要踏踏实地，实实在在经过，咱爱有聆听一点心。要来讲，这是顺咱的心。我爱是一点气，很热情。灵魂伊的本性，咱只有儒家这样顺的天命。我爱是得通这个灵气，咱再来讲顺家，咱的心理有咱这条灵天的灵气，咱再来讲顺家，落咱的心是咱主要的天性，咱再来讲顺家很的精，灵也本源神，咱要有这么稳的灵气。今仔咱只有对着咱的心献到天的这个空间，
无应该力量，伊是做会到的。今仔咱人这个身躯，你绝对做袂到的。但是咱只是用心，你放个空，心可大可小嘛。所以一世人，尽在咱的心的改变，你的转胎换骨。现路是灵天的本性，咱爱顺家是现世灵。有咱这点灵天的本意，咱再来讲见妙顺咱的心，予咱有这条灵天的灵气。咱爱则是顺家的心定，拢是顺母啊的灵性。你再来讲现开这么顺的天性。是咱无形这个天理，教甲咱这条灵魂归元。母娘啊，即嘛慢慢咧收缩，嘛是要圆满，着咱现主时这个灵魂去。所以讲，咱会当用着现主时你听会捌的，阿母啊，你家己去勤练，啊，这则是咱真正。师父入带入门，修行在个人。因为咱安继续讲落啊吼，对每一个人的体会，所有的啊想的无同。所以讲，母娘拍算伫今年了，都无要讲课啊。了，就是敢若亲像讲，有咱家己，你收集起来。如果若要爱，啊，咱再来放就好啊。所以讲，伊无爱阁有这个课阁放出去，有当时啊境界无够，会反效果啦。毋是大家话拢这么马青啦。所以讲，母娘一直咧甲我参详，我讲安尼嘛好啦，有一段，啊，咱如果若有迄个姻缘，啊，再过来接受。咱用早暗的课啦，啊，若无母娘，伊要阁做一寡其他的，吼、哦，安尼则是咱有一个开始，有一个结束，啊，希望着咱今年母娘嘛讲会透，啊，予大家当心灵阁净化，心灵阁渐渐温暖，啊，这则是咱真正体会。如果若阁继续讲落有无？你体会无够，反客反伤啦！啊，这对咱人，你要讲进步的有无？要让你选择的有无？这个条件较无下啦，吼、哦！是咱用安尼暂时啊来安尼照着母娘这圣意，啊，我会当伫遮啊来讲给大家听。好啊！
Oh!